着微型电动二轮车，虽然是在小巷内，但下一秒右转却直接进到超商里头，一旁有人还不断大声嬉笑。原来当时这一群青少年就是在打赌，而这名骑士就是赌输了才会这样骑进超商里头上演闹剧。事情就发生在26号凌晨1点多，新北市五股区。根据了解，这3、4名青少年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当时的赌注就是要骑微电车，但是这群人疑似未成年，没有骑车经验，如果又没有控制好油门，很不容易小心就发生意外。这些小屁孩那么多的，对。附近邻居很有感，常常一到深夜就有噪音传出。只是骑士骑乘微电车，没有戴上安全�帽，已经违反道交条例第73条第4项，可以处300元罚锾。由于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，是非属民众得检举之项目。那警方在这边还是呼吁民众，应该要依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则来做驾驶微型电动二轮车。尽管微电车只要14岁以上就可以骑，还不用考驾照，要上路非常容易，但这样深夜直接骑进超商里头，已经让店员直摇头，直呼太夸张了。华视新闻中的梁宏志新北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